我们都爱生命上，生活永不灭，我们会一直跳下去哦，加油加油加油、哦、亮眼的黄色球衣还有性感短裙，唱着兄弟象招牌的加油歌。大家好，我是优哥。大家好，我是优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绿。大家好，我是露娜。平均年龄不到22岁，兄弟象啦啦队员像样女孩超吸睛，七名成员出席活动，一场万人起跳。对啊，今天专门来看他们的。对，粉丝抢着要签名，像样女孩现身在棒球场更是全场焦点，露出小蛮腰翘屁屁，啦啦队员不只要够辣，还要会带气氛，球赛的进度更是要一清二楚。因为我从小就是球迷，就会看棒球比赛，然后后来有进入到表演工作这方面，就一直希望能够当上职棒啦啦队。大眼睛回放店皮肤白皙的优格，从小就是棒球迷，还是有5年舞蹈底子的武林高手，跳起啦啦舞得心应手。我们一个礼拜会练2次舞，然后一次大概都4个小时左右。对啊，然后就练一些基本的律动，然后还有一些排舞。短发俏皮的 Yumi 则是个拼命三郎，负责编排舞蹈，还会督促团员加紧练习。像是很多球迷都会就是写，比如说写信啊，写情书给婷婷，然后送我们，对对，然后送我们，可能比如说我们去花莲就会送我们花莲的名产。最年轻的小绿不时还会收到粉丝示爱的礼物，拿出热血十足的精神，活力满满跳下去，无论球队去留，啦啦队员会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兄弟兄弟兄弟，加油加油。东森财经新闻刘思雨、李阳丽台北采访报道。